阅兵，我去看你孩子哈，小阅兵，你想去吗？我去看你的孩子小黑了，我给他带点吃的，再见。这几狗都要跟着我，不想让他们来的。等一下又把猫给吓到了，打死了嘞！把假的，小黑过来过来，过来过来，过来过来，好久不见好久不见，过来给你吃的。小黑过来，小黑过来，过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喵啊，给你吃的，这里。吉祥，这个娃就是还家你，那个娃怎么还能还家？啊、哦，我儿子忙你啊是，就还家你。就是家你，我儿子忙你。叫俺小家你。让我这个。给你加一点。小黑，小黑，好像月饼，就是毛色不一样。这样子，哦，来来来，比我整个来好多。这里边，中等下小鸡吃，那个叫撩的。小黑，你还没吃够，这里再来一点，就放这里吧。我回去了，让他自己慢慢吃。马达，过来，阿米，走，回去，粽子，走。给大家说个坏消息吧，我大伯家那只蛋黄都一天一夜没回家了。母狗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，而且还是怀孕的母狗。我两头一起叫，我这在给俺在江边叫死的。我今天叫个小两头嘞。晓得，给叫了两个后背，我跟他没有事，那天杀的，我跟就整你了。两位公安，连生意都没有哎，没两头别死的生意。那家伙是难道在那叫？你给干到了，还有叫了吧？还有苍蝇又乱叫。人我不爱苍蝇的，我不爱，好会爱苍蝇。人家。我操！我离在叫房间爱苍蝇，离在那个新买那个新那个里在叫。好会爱苍蝇哦，所以在搁里帮叫，管管叫做啊做爹的。哎呀，老危险。那个帮叫个。爱苍蝇叫老危险。就是个做爹的，我估计就是那个人做爹的。你把它整个心。是吗的？一般公交的在边个人里就会转呢，公母狗的一般是被走了哈。母狗那个就找人家的啊。下面是蛋黄失踪前的最后两段视频，给大家看一下吧。以后蛋黄可能都不会出现了。这个马达现在会跟蛋黄一起出来玩。马达，走，我们去湖边吧。走喽，去湖边喽！哎呦呦呦，跑得好快，这树叶子好红啊！现在，哎，同样的树，三个颜色，绿色的、黄色的，刚刚有个红色的走过了。嗯，他们三个好喜欢一起打架。现在蛋黄跟糯米会一起打马达。哟，蛋黄战斗力还可以、啊。我大妈说蛋黄现在怀孕了，她脾气应该会暴躁一点。蛋黄，怪不得前一个视频大家说蛋黄长胖了，
可能就是怀孕了导致她看上去胖了。果然她小腹有点大了，看糯米的腰都是掐进去的。看，他们四个集合了，让他们去跑吧，晚一点再叫他们。